年，刘伯承元帅身体不堪重负，与世长辞。根据他生前的嘱托，他的葬礼由邓小平同志全权负责。邓小平同志对此事无比重视，任何环节都必须亲自过目。当工作人员把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递给邓小平看时，邓小平勃然大怒，对着工作人员训斥道：你们怎么这么粗心？这上面为什么没有萧永银？萧永银和刘伯承元帅之间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？他最后能成功赶到刘元帅的葬礼吗？麻烦您点个关注，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革命年代。1930年，小乞丐萧永银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军装，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之前沿路乞讨时，他不止一次看到过红军行军的队伍，内心充满了向往和羡慕。而现在，他终于也成了这些人中的一份子。在此之前，萧永银的生活其实非常坎坷。1917年6月，他出生在河南新县，家庭条件特别贫困。而更加命途多舛的是，他的父母亲人相继离开，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。所以，小小年纪的萧永银只能以乞讨为生。当他忍饥挨饿时，当他受到地主阶级的打骂时，他常常会想，等我以后有本事了，一定要把所有欺负别人的人打趴下，让所有孩子都能够生活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。1930年，他遇到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加入红军之后，他便在一步一步靠近自己的理想。刚开始，13岁的新兵蛋子只能当一个勤务兵，连上前线的资格都没有。不过，他也不气馁，在后方就尽全力为战友们服务，而且他还可以跟着前辈们学习经验，反正以后总能用得上。渐渐的，由于成长迅速，观察力敏锐，萧永银被提拔成了吹号员，后来又慢慢成为了部队当中的司号长。这个时候他也就才十几岁，足以见得他潜力无限。1934年，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，工农红军被迫开启了长征。萧永银此时在部队当中的定位还是一名司号长，可他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目前的工作职责了。在大部队挺进四川，遇到当地军阀阻挠的时候，萧永银主动站出来，请求首长派一点兵力给他，把这一波敌人给大家打退。眼前这个17岁的孩子并没能让首长有信心，但是本着鼓励战士的目的，部队领导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而转过头来，萧永银的表现就惊艳了在场所有人。他拿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冲锋在最前面，就跟不要命似的对着敌人冲了过去。萧永银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在第一时间将敌人给深深震慑，与此同时，他的战友们也受到了强烈的鼓舞，燃烧起了熊熊斗志。这一场仗打得酣畅淋漓，萧永银也表现十分出色。只不过下了战场之后，战友们才发现他的胸膛已经被鲜血染红，他的肺部也被子弹击穿。在关心他伤势的同时，部队的领导们也不由感叹，小小年纪就能够把敌人逼到如此地步，实在是后生可畏。后来翻雪山，过草地，红军长征终于取得了胜利，萧永银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。听说萧永银在战场之上的英姿之后，徐向前将军主动来要人，把这个年轻却勇敢的小伙子要到了自己的队伍中，成为了徐向前将军的警卫长。他的第一职责就是紧紧跟随将军，保证首长的安全。1936年11月，我方组建了西路军，准备加强跟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，打通国内和国际上的信息沟通渠道。徐向前则成为了这项工作主要的负责人。他们一行人带着任务出发的时候，萧永银还是紧紧跟在徐向前的身边。不过，这一次他们遇到一个超乎想象的阻力，上级需要徐向前将一封机密文件送到驻地，但是自身太过明显，恐怕会被敌人发现，所以他将文件交给萧永银，让他和陈明义秘密前往驻地，而徐向前自己则假装目标，引开敌人注意，为萧永银他们争取时间。萧永银和陈明义两人一路上遇到了不少风霜，这两位战士化身为叫花子，把身上的武器全部都藏了起来，做好记号，轻装上阵，一路上骗过了敌人的多次盘查，正在一步步走出敌战区。越往后面走，二人的精神状态越是紧绷，此次任务事关重大，他们一刻也不敢松懈。此时的萧永银也记挂着徐向前的安全，虽然他受到命令第一目标是护送情报，但他还始终谨记着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牵挂着他的首长。他们二人就这样在路上风餐露宿了120多天，终于在一个疲惫的日子里找到了根据地，见到了刘伯承元帅。这次相见就是刘伯承元帅和萧永银之间的初见。一开始，元帅并没有把这两个风尘仆仆的叫花子认出来，还以为他们只是普通老百姓。直到陈明义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刘伯承才终于恍然大悟。等到二人安顿下来之后，刘伯承找到了萧永银，并告诉他徐向前已经安全到达。于是萧永银和刘帅聊了起来，这一聊下来，刘伯承内心对萧永银大为欣赏。一个还不满20岁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，
未来肯定不可限量。于是刘伯承元帅把萧永银要到了自己身边，亲自来培养他这个潜力股。经历了抗日战争，又经历了解放战争，萧永银已经成为了解放军第18旅的旅长。现在的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在战场上横冲直撞的毛头小子，他有勇有谋，能往前冲，也能停下来思考灵活的战略战术。1947年8月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开启了解放战争当中的关键一环，而萧永银所率领的18旅就成为了这支队伍当中的先头部队。先头部队必定意味着他们要承受更大的风险，要为后方大部队开路，或许也会付出更多的牺牲。不过萧永银是不畏惧，毕竟打仗嘛，流血牺牲不可避免，总要有人顶在最前面。这一路上，刘帅和萧永银无话不谈，似乎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刘伯承对于萧永银表现出来的指挥能力更是感到无比欣慰，这是他亲自带出来的兵，身上有被他影响的精神，现在对方变得这么优秀，他与有荣焉。不出意外，这场仗打得非常顺利，萧永银在前方卯足了劲儿的干，尽可能的为后方两位领导降低危险。他受伤不要紧，他最敬重的首长可不能有丝毫闪失。解放战争最后取得了圆满成功，新中国也建立起来，萧永银终于能够从连年征战的生活中暂时缓出来。对于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来说，突如其来的和平生活反倒让他有些不适应。等到刘伯承元帅在南京开办了军事培训班之后，萧永银第一个响应，马上报名参加。这一次的军事培训着实让萧永银受益匪浅，在这里讲课的不仅有解放军的指战员，还有许多从功德林中选来的国民党战犯，也是他们以前的对手，所以对方在分析解放军作战的优缺点时，总是能够一针见血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对手远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吧。萧永银本来并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，但是他在这上课的时候比谁都认真。虽然现在新中国暂时太平了，但是保不准以后会突然出现什么事情，还需要他们这些征战多年的老家伙主动站出来。这个想法刚产生没多久，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。他安安心心在家里等着上级领导的召唤，但是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动静，他终于坐不住了，主动跑去找刘伯承请战。萧永银甚至还带上了抱怨的情绪，为什么不让自己上战场？难道老兵就不能为国奋战吗？不仅如此，他还从兜里掏出了自己提前写好的请战书，派在了刘伯承元帅的办公桌上。刘伯承元帅拗不过萧永银的脾气，只好在这请战书上签了名。而后萧永银带着12军奔赴朝鲜战场。12军虽然不是朝鲜战场的主力部队，但是在上甘岭战役中，他们增援15军完成主攻任务，两军在战场上有力配合，这才遏制住了美军猛烈的攻势，夺得了高地，也守住了阵地。1953年班师回朝，刘伯承元帅还特意去见了萧永银，夸了夸这个在异国他乡放光彩的老部下。1955年萧永银被授予了开国少将的荣誉，在场的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徐向前元帅和刘伯承元帅最欣赏的老部下，是他们二人的得力干将。在这之后不久，萧永银就被调往了南京军区，给许世友将军打配合，成为了他手下的第一副司令。这里没有连天的战火，也没有动不动的流血牺牲，更不会有外人来侵犯。这些见惯了烽烟、吃惯了黄沙的老革命心中多有感慨。1970年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的萧永银，终于又见到了刘伯承元帅，他的伯乐。元帅从中央工作中退了下来，现在受到了一点麻烦，来到南京这边避避风头。看到昔日的下属，刘伯承元帅不无感伤，现在我要来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萧永银则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热心接待这位老首长。在刘伯承元帅居住于南京的这段时期，萧永银对他非常关心，他不仅在吃穿住行上亲自关注元帅的生活，一旦工作有了空闲，他就会亲自来到元帅家中，陪着自己的老首长一起聊天，开导他的心情。可是逐渐的，刘伯承元帅的身体却慢慢衰弱下去。这些打了不知多少仗的军人，年轻时仗着身体素质好，什么问题都能够自己扛过去，可是老了，各种伤病就全部都爆发了出来。元帅住进了医院，萧永银看望老首长的地点就从对方家中变成了医院。他来这儿时总是会带上当天的报纸，把新闻讲给老首长听，他也会宽慰道，您可得快点好起来，咱还得一起去钓鱼呢，可不能爽约。那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，二人相见的次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1986年，刘伯承元帅与世长辞，根据他生前的叮嘱，他的葬礼交由邓小平同志全权打点，夫人从旁协助。而邓小平看到治丧委员会交上来的葬礼邀请人员的名单时，不禁勃然大怒，谁不知道刘伯承元帅和萧永银将军的感情好，你们在做名单的时候怎么忘记了萧永银的名字？这是你们工作的重大失误，赶紧把这个名字给加上。萧永银这才得到消息，赶到葬礼现场，
涕泗横流，送了自己最敬爱的老首长最后一程。革命年代的战友们建立和积累起来的感情，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深刻。他们在最紧急的关头，可以放心地把后背交给对方，把生死记在对方的手中。当有人从这场情谊中提前退场时，另一人感受到的必然是天